两件文人雅士钟爱的竹雕作品引发出现场热议，到底是老件更贵还是新作价值更高？文玩制品肯定是要贵的。失传千年的陶瓷烧造技艺重现江湖，专家如何道出其中仿制与真品的鉴别技巧？窑工在做的时候和随意来做这个珍珠地儿，一幅晚清麻姑献寿缂丝镜仙，身披着一寸缂丝一寸金的圣灵，它的价格又能否高过3公斤黄金呢？这个东西可能过100万吗？有着国石之称的寿山石品种繁多，历史久远，现场一老一新两件寿山石作品究竟属何品种，价值又孰高孰低呢？这个不是寿山石当地最典型的寿山石的品种。一尊号称是清代的铜炉，一件号称是出自红山文化的玉龙雕件，谁最终会揭示出收藏品市场的欺诈乱象？一锤定音，与您一同揭开谜底。亲爱的各位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准时收看艺术品鉴赏节目一锤定音，我是主持人朱毅。首先掌声欢迎今天的三位专家老师，欢迎中国艺术研究院工艺美术研究所所长邱春林先生，北京市文物局副研究员张如兰女士，资深艺术市场分析专家龚继随先生，欢迎三位。今天为现场最终获得胜利的嘉宾制作艺术品奖品的艺术家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冯伟先生，哎，冯先生看着很年轻嘛，您今天有30几？40。真看不出来，看着比我年轻多了，是吧？作为国家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寿山石雕，有着至少1500年的历史。清代是寿山石雕的昌盛时期，从文人钟爱的印章纽饰发展成了更为全面的石雕品类。寿山石雕的技法丰富多样，作品题材广泛，社会影响面极广，具有上半帝王将相、中级文人雅士、下亲庶民百姓的艺术魅力。本期坐镇现场的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冯伟，出生于寿山石雕世家，自幼随祖父及父亲学习传统石雕技艺，后又进修于专科院校，凭借自身良好的美术理论基础和扎实深厚的雕刻基本功，冯伟在努力继承家传题材的同时，又不断探索新的领域。他雕刻的花果动物作品造型生动，动感强烈，屡获国家级省市大奖。今天冯大师带来的这是一件什么样的艺术品？这件作品是寿山石的将军盾葫芦石，刻了一件福在手中。福在手中啊，这样的一件作品在市面上的价格，您保守估计一下是多少钱？如果当然这块原石的话，就要4-5万。原石就花了4-5万，再加上雕工，就不知道多少钱了，是吧？啊，您这太大方了啊！感谢您啊，谢谢您，这个给我包起来就行了。好，欢迎今天现场的十位高参，大家好。当然了，这10位都是来当雷锋的，因为他们要为两位嘉宾服务。大家非常熟悉的两位演员，欢迎贾迪，欢迎郑琪。来，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了解一下第一组的两件宝物。中国是世界上最早使用竹制品的国家，所以竹雕在中国也由来已久。自6朝开始，竹雕成为一种艺术，至唐代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并受到喜爱。到了明清时期，竹雕发展至鼎盛。竹雕工艺形式非常丰富，除了圆雕、浮雕等不同表现形式之外，还引申出了鎏金、贴黄、镶嵌等工艺。那么眼前这两件竹雕作品，一件是民国5款竹雕牧童骑牛摆件，一件是由当代徽州竹雕非遗传承人制作的当代竹雕农家乐笔筒，他们中谁的雕刻技艺运用的最多呢？大家平时看我们节目就会在想，哎呀，你们一锤定音无非就是问那点问题吗？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假的呀？哪个年头长一点，哪个年头短一点啊？哪个更值钱呢？不是，今天我们的第一题就是，请问我要问的问题是什么呢？
套路又变了，你们没这么难，没这么难。我要问的问题是，两位啊，还有各位高参，我要问的问题是，两件作品中哪一件用到的雕刻手段更多？来，各位高参，给出你们的关键词。四号选的是骑牛图，认为他的这个雕刻技法更多。您列举一下，您觉得他用了哪几种？这个骑牛图呢，它镂空的，而且它的光泽度、圆滑的程度，雕工要很细腻才行。笔筒呢，我觉得它是就地取材，根据它自然生成的一些东西做的那种雕刻，没有骑牛图复杂。您到现在也只是说了一个技法，镂空雕。嗯。还有别的吗？还有人物的表情，还有对牛的表情呢。郑琪选一位，选一个不一样的，选三号吧。三号写的是笔筒。哦，三号。我感觉笔筒是用的雕法比较多。嗯。第一个它是有浮雕，有那个透雕。浮雕透雕，意见是相反的啊。嗯，三号四号给出的意见，看来没有给两位什么帮助啊。贾妮再选一位，选谁？十号，觉得还是这个牧童骑牛这个雕工还是比较好，它有圆雕，有浮雕，有透雕，还有高浮雕。哦，这个呢？这个您数了吗？几种？这个就是透雕和浅浮雕，这个是就两种。对啊，就这是两种，这个是四种，对是吧？对对对。哎，你看人说得上数来，是不是？有道理的样子，有道理啊。那你再选最后一位，选谁？九号。牧童骑牛的哪几种？圆雕、浮雕、透雕。好了，那么到底哪一个的雕刻技法更多呢？这个可能都没想到这样的一个题目。现在请各位答题。我们的问一下专业人士，说错了可丢人啊！我跟你说，一定得说对了。这两件作品刚才几位专家都说了，第一个牛，它是用传统的这种圆雕的技法，圆雕。笔筒这一个里面的技法是更多的，它里面也有高浮雕，也有圆雕，也有透雕，还有线雕。哦，这个我们竹子里面的这个云的纹路，其实叫线雕，有种技法叫线雕。嚯，这您都会吧？这个都会，都学，都会，都会哈，太了不起了！这个更多，真的。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各位高参是怎么选的。5:5，你看选哪个的都有。来看一看两位嘉宾的选择，选的是不同的，每个人不同的种类呢。各位在收看节目的同时，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啊，下载 CCTV 微视客户端，加入我们一锤定音的朋友圈，专家在线为您鉴宝，还有精品奖品等您来拿。接下来，我宣布，第一组两件竹雕之中，雕刻技法运用更多的那一件是。是当代竹雕农家乐笔筒，恭喜郑琪。这道题目对于非专业人士来说，我觉得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是吧？我要不问我也不知道，这个确实看不出来。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请专家老师给我们讲一讲，两件作品中他们分别用到了几个，分别是什么样的雕刻技法？牧童骑牛呢，就是立体圆雕，它是在利用竹根的一个自然形做的一个立体的一个造型。这件那个笔筒呢，它是一个竹面雕，最主要的用到了浅浮雕、高浮雕。前面的这一排的竹林都是立体圆雕的，横向的云它用的是线刻，所以它是包括了四种在里头。好，谢谢乔老师。针对这两件宝物，接下来我们要判断的是，到底哪一件宝物在当前它的市场价值更高？我们请上两件宝物的宝主，我们欢迎来自北京的李俊成先生。李先生你好。李先生酷爱收藏竹雕吗？比较喜欢。这两件你更喜欢哪个？我个人更喜欢这件竹雕笔筒。为什么呢？是因为它的雕刻工艺更复杂吗？不是，因为这个笔筒啊，我们古代的文人啊，赋予它一种坚韧、挺拔的这一种文人性格，竹子的精神吧。竹子的精神。两件宝物分别是什么时候您收藏到手的？3年前，基本都是一块吗？3年前。对对，差不多。好，接下来我们要判断一下它的价格。您现在说一下您收藏时候入手的价格，不影响他们的判断，真的。这件多少钱收的？这件大概
6万块钱。对，这个呢？这个可能和大家想的会有出入，这个比较贵重一点。那倒没有啊，3年前大概是50万。接下来各位要判断的是哪一届目前的市场价值更高，两位各挑选一位高三团给出意见。郑琪先来。7号啊，摆件人物摆件会相对贵一些吧。您听到这个50万都不为所动吗？我很淡定。淡定。郑琪听完之后有没有收获？我就更迷糊了。更迷糊了，我也猜着了。小丁你挑谁？6号。那个我觉得这个笔筒可能会更贵。什么道理呢？如果让我买的话，我会买这个笔筒。就不管多少钱。对对，你想文玩制品肯定是要贵的啊。3年前50万。3年前50万。3年前6万。六万。对对对对对。那还是他贵呗。还是他贵是吧？对呀、啊。您平时我觉得他也不傻吧。看着应该挺好的。好，接下来我们请各位啊来做出选择，你们认为哪一件宝物价格更高？红蓝请选择。我们来看一下10位高参他们的意见。有2人认为这件牧童骑牛价值更高，有8人认为这件竹根雕笔筒价格更高。我们来看一下两位嘉宾的选择。郑琪选牧童骑牛，贾妮选的是笔筒。经我问宝主吧，你想先看哪个的估价？我想先看牧童骑牛。为什么呢？因为我想知道他涨了多少。他涨了多少。不想看他跌了多少是吧？好，我们先来看牧童骑牛。两家拍卖公司和一家古玩城对这件民国的竹根雕给出的估价是8万。3年前。3年前。6万块钱要搁在银行里边存3年定期的话，没有2万。绝对到不了2万，是不是？很值。这是谁选的？我选的。你选的是吧？你现在心里边感觉怎么样？我准备先撇一个星星。他准备扔了是吧？就完全没有信心了是吧？希望不大了，我觉得。好，我们来看一下两件宝物之中价格更高的那一件是。你那50万买的是吧？别吓我。是当代竹雕农家乐笔筒。哦，你很聪明。他聪明不聪明啊？别太着急说。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两家拍卖公司和一家古玩城对这一件笔筒给出的市场估价是20万元。鼓掌，鼓掌，鼓掌。其实这个最好卖给名人，你知道吧？您要吗？卖给名人，他过一手之后，这东西就起来了。竹雕在文玩里面算大项，从这个传世的竹雕来说呢，文房类的东西，譬如说笔筒，比这个独立的摆件，譬如说这个牧牛图，传统上就要高一些。它这个价格构成因素由下面几个最重要的因素构成啊。那么第一个呢是名头啊，譬如说这个三珠啊、吴志藩啊，都很贵。这是从万历年间一直到康熙年间明末清初的时候，流行一时，是开宗立派的一些大师。那么他们就是名头也够，年份也够，这个技法和质量都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体量、工艺水平、保存状况啊，这个是第二个构成因素。那么第三个构成因素呢，是它的这个流行性啊，就是流行性，譬如说这个名头比较流行啊，或者品类比较流行啊。现在呢，在今天现场的两个东西之所以这个当代的这个笔筒比这个民国的这个牧牛图还贵，是因为当代作为非遗大师的这个第一市场的价格往往比传世的无名氏，就是不是名家所作，还要高，这是一个普遍现象。那么这个牧牛图呢，因为它是一个虽然是个立件，它缺乏功能性，一般也不算文房，它又是一个民国年间年份比较晚的一个普品啊，所以那个从这个稀缺性和功能来讲，笔筒要差一些。笔筒这个算体量很大，工艺很复杂，如果是
非遗大师所作，那么还有很好的升值价值。嗯，好，谢谢。我们知道这个竹雕其实它分很多的流派啊，在不同的这个地区，因为产竹子的地方非常多，是吧？你知道你这个属于什么流派吗？这应该是徽派。徽派，安徽那个是吧？安徽这个派别它有什么样的特点？嘉定派、金陵派、浙派和徽派并称为中国竹雕艺术的四大流派，那么其中的徽派，也就是徽州竹雕，又是凭借什么样的优势能独树一派呢？徽州古称西安，地处皖南，有着800年之久的文化积淀。徽学与藏学、敦煌学并列为国学三大地方学科，是中国传统儒家、释家、道家文化的一个深厚的沉淀区。自古就文风昌盛，教育发达，人才辈出。这为徽州竹雕能独树一派提供了深厚的文化滋养。明朝中叶以后，徽商崛起，雄踞中国商界。致富后的徽州商人纷纷将大量资本带回家乡，其中重要的一项投入就是大兴土木，修祠堂、建宅地、造园林、树牌坊、架桥梁、盖露亭。徽州文化熏陶出的艺术品味与徽商财富的相互碰撞，造就出了令世人叹服的徽派建筑。而徽派建筑中的代表性技艺石雕、木雕和砖雕，自然也为徽州竹雕提供了雕刻技法的借鉴，从而使徽州竹雕形成了自己的风格，独树一派。好了，各位，第二组的两件宝物都是瓷器。登封窑始烧于隋唐时期，衰落于金元时期，北宋达到了其全盛时期。登封窑历史悠久，工艺精到，装饰独特，是北宋中早期的贡窑之一，是中原地区民窑系最具代表性的窑口之一，也是北宋时期陶瓷装饰的集大成者。那么眼前这两件登封窑作品，一件是橄榄瓶，一件是瓷枕，它们中哪一件才是出自宋代的真品呢？这两件呢，在我们的节目里边是第一次出现，它的名字叫做登封窑。我们先请专家给我们介绍一下登封窑啊。大家看到这登封窑最大的特点，我们看它是珍珠地儿划花刻花，那么只要是珍珠地儿，这个一定是登封窑。从唐代开始到元代就没有了，所以宋代是它烧造的最高峰的时候。它大部分做的器物都是说接近老百姓的一些实用器，我们看到的应当是宋代的是最高峰的器物。好了，大家了解了一下登封窑，这道题要问的是哪一件是复制品？两位各可以选择两位高参，来，贾妮先选吧。三号。我感觉它这个瓷枕这釉色啊，没有这个瓶子的这釉色这么圆润，包浆也没有这瓶子的包浆好。来，正奇选一位。太白。就是蓝色这个瓷枕啊，肯定是有问题，它这感觉就太白了。另外一点，它感觉有点贼光那种感觉，有很大问题。复制品也是好东西嘛，对不对？哎，它带着歧视，很大的问题。好，选一个那个说瓶子复制的。2号，我觉得那个瓶子像复制的感觉，然后这个瓷枕感觉像比较做的比较古朴。哦，啊，正奇，选9号吧。9号，瓷枕是复制的。嗯，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个瓶子上有这种烧制的这种印记，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真的。这上面有很多痕迹是吧？对，哎，有可能啊，有可能。好了，两位发表一下意见，你们现在是怎么看的？贾妮，我认为是瓶子是真的，瓶子是老的。那个时候瓷器也就是什么瓶瓶罐罐的，那个年代
哦，您觉得那年代也不会有这种东西是吧？他也不是说不会有，那时候不也睡这个枕吗？都是睡这个瓷枕，是吧？都硬的啊，硬的嘛，对呀、啊，也会有，但是这个我觉得太，反正我觉得太新了。好，正经，我觉得也是，就是从颜色上来看，这个瓶有点发黄，放的年头久了，可能就是会有些氧化，会有些黄。这个枕头实在是有点太白了，太白，就跟那个谁说的、太白，太白啊。好，来，各位，请做出选择。好，我们来看一下十位高参是怎么选的。来，二人选瓶子，八人选瓷枕。哎，乔迁，你这你到底嫌谁太白啊？你这个，他说嫌这太白，然后选了那个是吧？来，我们来看一下两位嘉宾的选择，都选的是瓷枕。好，接下来我来宣布，经本栏目专家仔细鉴定，两件登峰摇钟被确定为当代复制品的那一件事，它是登峰摇的瓷枕，恭喜两位。那么为什么这一件是个复制品，它的毛病在什么地方？哎，我们请教一下张老师。其实我觉得大家看这个瓷枕呢，它做的相当精细。那么我们两件对比来看，首先我们看它那珍珠地儿，我给大家说，我说它为什么这个它这个枕头做精细呢？你看它的珍珠地儿的排列相当整齐，因为我们在宋代，我刚给大家说了，它是民窑，那么它是做窑工在做的时候和随意来做这个珍珠地儿，它你看那个的珍珠地儿和这个珍珠地儿来相比之下，这个是排列很整齐的，它做的过于精细了，这第一点。第二点，我们再看它这个釉子，那么这个釉子我们看呢，就跟那位先生说的很白，它不光很白，它主要釉子比较稀，和我们说它釉子薄，和我们那个宋代的珍珠地儿的这个瓶子的釉子，你大家看那个很沉稳很肥厚，那么这个是本来老的色调，这是现在新的色调，这我们只能是给大家从直观上讲。好，谢谢。所以虽然是一个不常听说的品种，但是我们今天这一看就知道，以后我们看见类似有这种珍珠地儿，就全是这种小小圆圈是吧，这个叫什么，这叫登峰窑啊，登峰窑，这一般人说不上来。宋代有五大名窑，可能大家听的比较多，歌汝定官军是吧，但没听说过登峰窑啊。那么这个登峰窑现在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什么道理呢？难道就一个珍珠地儿就能封这么高的一个称号吗？请邱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当时为什么专家们会一直认可它，达到一个国家级保护的一个重要性呢？一来烧制时间特别悠久吧，隋唐时期就有，但高峰时期在北宋时候，它是北方白瓷一个烧造的一个中心，当时北方白瓷上所有的装饰方式方法在登峰窑都能找到实物或者找到残片，说明在那个时候它是一个北方白瓷的一个烧造中心。在北宋时期，登峰窑虽然是民窑，但是它的优质的产品，就是它最精美的产品，也是作为贡品的。就为什么能够成为国家级非遗？国家非遗有个基本的条件，就是你这个项目虽然是在宋以后你就已经衰落，但是在如今有一位大师叫李锦州大师，他用几十年的时间通过考古发掘去研究，然后恢复了这个登峰窑的烧制技艺，使这个已经灭绝的这么一个传统的烧制技艺变成活态的了。再好的东西只要当代人不会做了，就不可能进入国家级非遗保护名录，所以它必须活态的。这就是怎么进非遗和进博物馆的区别。一幅晚清麻姑献寿缂丝镜仙，身披着一寸缂丝一寸金的盛名，它的价格又能否高过3公斤黄金呢？这个东西可能过100万吗？有着国石之称的寿山石品种繁多，历史久远，现场一老一新两件寿山石作品究竟属何品种，价值又孰高孰低呢？这个不是寿山石当地最典型的寿山石的品种，一尊号称是
清代的铜炉，一件号称是出自红山文化的玉龙雕件，谁最终会揭示出收藏品市场的欺诈乱象？一锤定音，继续与您揭开谜底。好，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最吸引人的环节，黄金大比价。3公斤黄金呢，大概75万。跟它相比，在它后边这一件，是一件来自晚清的麻姑献寿缂丝净心。有这么一句话，叫一寸缂丝一寸金，和之中之圣这样的美称。我们有一个参考的信息，2009年，一卷清乾隆御制缂丝嘉绣三星图送轴，成交价达到2800万元人民币。我们也可以请专家老师啊，给大家来着重介绍一下这种工艺，缂丝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缂丝，这缂字不知道大家知道不知道怎么写？一个绞丝旁加一个革命的革字。哎，但是它还有另外一个俗名，这个、就是雕刻的刻。为什么叫雕刻的刻呢？因为缂丝是所有的经线是通到头的，但是所有的纬线都不是到头的，所以它是通经断纬，所以它的图案制出了以后，边缘呢都有比较硬的边线，像刻出来像剪出来的一样。这个缂丝呢是从宋代才开始有的，那么基本上就是我们看到这缂丝呢，一般的刻的都是名人的书画。两宋时期绘画是一个人们的这个精神享受里面非常重要的类型，因为有了这个文人士大夫的推动，所以缂丝才成为所有的古代的织造里面最高贵的一种织物了。在宋代的时候，除了帝王，没有人用得起这缂丝作为服装的。到清代或到民国了以后呢，这个缂丝呢，除了我们说给除了给宫廷那种宫廷的缂丝以外，民间也有缂丝了，一些民间的绣庄开始有这种缂丝的状况了。那么这种缂丝呢，尤其到清末到民国这阶段，缂丝成为一种商品，比如说过去的喜庆，过去的老人祝寿，或是都在做，但缂丝就比你买绣帐要贵得多得多。好的，好的。那么它的堡主是谁呢？欢迎来自山东蓬莱的邱玉行女士，欢迎。你好。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这件东西是你祖传的吗？啊，不是，是我一个叔叔的。他收藏这个有多少件，你知道吗？多少件我不知道，反正是挺长时间的。他们家背我面子是不是都是这个？没有。他是怎么跟你介绍？他怎么得到他的？是8年前吧，从一个老收藏家那里淘来的。哦，开奥运会那年是吧？对。花了多少钱呢？当时大概是8万吧。8万，他觉得现在这东西值多少钱？20万。值20万。哦，哎，好了，这是一个很好的参考嘛，是吧？啊，来，二位，我们可以各选一位高参来给自己点提示啊。贾妮，选谁？5号黄金从最高390落到250左右了啊。哎，我觉得还是艺术贵吧。您觉得这件东西现在不是20万的事了，是超过75万的事了，是吗？黄金也是从100多涨起来的，最高涨到390，它还会落的。但是艺术这个东西只能说是随着岁月的这个增长，它会越来越贵。他就顾左右而言他，我问的是目前的市场估价。他说这个会涨的，那个会跌的，这个会老的，那个会年轻的。来，郑琪选一位。8号吧。8号。我觉得应该是黄金。黄金更贵。黄金更贵一点。嗯，你怎么看这幅缂丝？你觉得它现在应该值多少钱？350万吧。350万。也比他说的20万要高，是吧？对。值350万。对。有什么理由吗？他要值350万。350万的理由啊。你要负责任啊，是吧？人家选你，你啪说一350万，理由在哪儿？为什么你认为它值350万？它的刚刚听专家也讲了，它的工艺非常的难，然后的话也非常的精湛，做得非常精湛，然后的话个人的话也非常喜欢。嗯，就是说你现在愿意出个350万买它，是这意思吗？我认为它值，是吧？对，你一会儿最好把他电话记一下，电话记一下，万一那什么的是吧？好，啊，两位说说自己的看法吧，贾妮。刚才那个听专家们说完呢，我觉得是这个缂丝啊更值钱，因为呢那个时候说皇室才能拥有这个，
挺奢的，对，工艺，所以我觉得它的这个价值可能更高。黄金是75万，应该这个东西可能能过100万吗？现在我再考虑一下啊。好像听那个银行理财没说过这个项目是吧？对呀、啊，这有点。张琴，我还是相信第一直觉吧。我觉得这个画寓意挺好的啊，有孔雀，应该会高于黄金吧。这是一个传统的题材，哎，在清代晚期一直到民国都有这个题材。你看它上面是桃拿的哈，那么就是老人祝寿。这是送的喜庆，在大中堂里挂着的。张老师，您觉得这得是一什么样的人家才挂得起啊？应当我们说一定是殷实人家，殷实人家。好，接下来我们请两位在题板上写出你们认为价值更高的是黄金还是缂丝。来，好的，在我们的嘉宾做深思熟虑的同时，电视机前的您可以和他们同步进行思考。现在就下载 CCTV 微视客户端，我们可以猜价格、辨真伪，还有参加我们的黄金大比价，将有机会获得 CCTV 微视送出的精美奖品。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宣布，根据本栏目合作的两家拍卖公司，以及红玉博古玩城联合评估，给出这幅缂丝作品麻姑献寿的市场估价是20万元，所以价值更高的是黄金。我赢了，贾妮说对了，加一个，恭喜你，2-2。你叔叔估的真准啊，怎么那么准呢？我们听一下专家的意见，这个价值是怎么评估出来的？请。那么这个缂丝呢，是晚清民国的时候一种礼品，它除了这个织之外，它还有这个绘画的成分，它是用连织带绘来凑成这种喜庆的一个完整的画面效果，并不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织品啊。从这个品类和这个类型来讲，它是属于民俗艺术，它是服务于殷实世家的一些这个民间市场的，既不是皇族的，也不是文人的，也不是宗教的。另外它年份比较晚，连织带绘，所以呢这个品类又不是特别流行，拍卖行这个价格就是一个随行就市的一个合理价格。好，谢谢龚老师，谢谢。好，也感谢宝主啊，替你叔叔拿来这件缂丝啊，谢谢你，谢谢，再见。再见。您将获得由紫萱酒业提供的紫萱名苑冰白葡萄酒一份。好了，接下来是今天的第四组宝物，请看短片。这是一件清中期寿山石伏虎罗汉雕件，石质细腻温润，罗汉身姿呈坐式，虎身向上搭于罗汉肩头，伸出舌头舔向罗汉的大耳，仿佛宠物正在讨好主人一般。而罗汉因老虎的戏斗，仰不自禁眯眼抿嘴，神态陶醉。整件作品不仅表现了罗汉与老虎嬉戏的生动场景，就连繁入细致的锦绣图案也表现得非常细腻，底座还配以了名贵的紫檀木。这是一件当代寿山芙蓉石苦尽甘来雕件，作品以有着寿山石石后之称的芙蓉石为主材，白色部分精雕细刻出叶脉和苦瓜，红色部分巧雕成苦瓜的瓜子，色彩对比强烈，主题寓意令人奋进，苦尽甘来是须得成功的必经之路，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魅力所在。那么这两件寿山石雕作品究竟是出自清中期的伏虎罗汉雕件价格高，还是出自当代但是石材更为名贵的苦尽甘来雕件高呢？第四组两件宝物，哎，跟今天的奖品很像哦。哎，我们来请各位把自己的看法写在题板上。请问哪一件目前的市场价值更高？好，郑琪先选一位。我选一号吧。一号，一号。我是感觉，但寿山石也不太懂，就这边那个看着非常舒服。您选哪位？你来。罗汉贵。对，那个一看这个包浆，包括这个做工，感觉挺好的。
又是老的东西，老的就一定比这新的贵是吧？对，你再挑一个，五号吧，一演员。五号就是一演员，就是说那个人物一般是比那个三水要贵，然后他的那个工料，都是我感觉比那个比另外一个要好，而且他是老物件更贵。伏虎罗汉，咱那一个劲儿的看那冯大师啊。我对石头还真有点研究哦。你还可以问一位，你问谁？你准备再问一个谁？来，古晋刚来选这个的啊，七号。判断寿山石应该从它的质地、颜色和光泽。我觉得这个苦尽甘来这个雕件嘛，就是有一点俏色在里边，比较有意思，有巧作的这个内容。好了，两位说一下自己的看法吧。郑琪先说。我还是觉得应该是老物件贵吧，我觉得罗汉贵，因为它老，对，所以就贵。你觉得它值多少钱？就是十几个，十几万。对，十几个。这个呢？这个应该不到十，我觉得啊，这都说给你听的，知道吧？来，贾迪说你的看法。我觉得还是，当然物价还是这个老的贵一些，但是从这个色泽和这个什么呢，这个苦尽甘来的这个呢，更好一点。那么我选呢，我觉得我不知道那一块是什么。这个就是这个灰的这边这一块是什么麻麻咧咧的，对对对对对对啊，这是完全两块料的感觉，是连到一起，但是这块料更透，这块料是那种感觉，像那个岩石的那种东西。我这么跟你说吧，它这个就跟带皮子似的，是吧？它那个原石啊，它的这个料子之外的部分啊，哎，用了一点巧作给它拿过来了，然后做了一个。这有个蜗牛，哦，有个蜗牛在这儿，它就是为了要这蜗牛的劲儿。我刚开始其实猛一眼看，我以为是鸡血石呢，里边有那个红色的那个。咦，你想得美，买个寿山送个鸡血是吧？真是你。好了，我们能够知道的信息只有这些，现在需要我们做选择了。来，所有的人选择哪一件价值更高，选红还是选蓝，请选择。请教一下冯先生啊，您觉得哪个应该贵点？第一个人物，没有取巧；第二件的摆件，它有取巧。寿山石它注重于是巧色的利润，因为寿山石它以巧色丰富，就是要充分的利用这块材料，是吧？你如果是单一色的话，它就很难突出寿山石的巧色。雕件那一件它有三种颜色。三种颜色一般在寿山石里面。芙蓉石里面就属于五彩芙蓉石。冯先生认为这一件比那件贵。好，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十位高参给出的价格。来看一下，有七人认为这件老物件更贵，有三个人认为苦尽甘来更贵。两位嘉宾意见是否一致呢？我们来看一看。哦，都认为这个更贵。跟冯先生的看法不太一样啊，不太一样。好了，我们来看一下本栏目合作的两家拍卖公司和红玉博古玩城对这一件巧作的当代的苦尽甘来题材的寿山芙蓉石雕，它的价值是多少呢？40万元。我们来看一看，两件宝物之中估价更高的那一件是。是。当代寿山芙蓉石苦尽甘来雕件，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件伏虎罗汉雕件的市场估价是12万元。这样的价格，今天又出现了新东西比老东西要贵，可能跟很多人想法真的不一样。你看，我们两位嘉宾都答错了。电视机前很多朋友也可能会认为，哎呀，凡是这个工艺品、艺术品，老的肯定比新的要多少贵一点。为什么新的会超过老的呢？我记得前面刚才说那个笔筒的时候，专家就说过，它的技艺，确实超过了这个老的。老的是一个俗物件，但是在这一件上也是这样的道理吗？来，我们请专家老师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这个新的寿山石这个苦尽甘来。它的估价是怎么形成的？40万块钱在某种程度上是，艺术家或者是这个持有人在当地已经形成价格的基础上，和拍卖行还没有
充分的第二市场铺垫，就是广大这个收藏家还不熟悉这个门类、这种风格、这个艺术家的名头的情况下来协商形成的。所以他真正到拍卖场之后，如果招商不好，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啊，就是你降的不低，他就可能流标。第二个，我就说这个老东西为什么低，不管是文玩也好，尤其是瓷器也好，鉴赏或者是估值的概念叫上手上手上手，你要拿起来看这个寿山石的这个罗汉，残得很厉害了，五分之一的地方是完全已经断裂，然后粘上了。这个不是寿山石当地最典型的寿山石的品种，它的致密度还比较大，比重还比较大，可能是其他的叶蜡石之类的一种。谢谢龚老师讲得非常细。在最后一轮开始之前，我们做了一个短片，大家再来了解一下寿山石。寿山石雕历史悠久，现存福建省博物馆的南朝寿山石卧珠刻工简朴，形态传神，证实远在1500多年前寿山石雕就已问世。唐宋时期永制十分兴盛，寿山石被刻成石俑做殉葬品的礼仪在宋代风靡一时。这时期的寿山石俑非常普遍，造型朴实，刀法简练，对石材的要求也不是很高。元明时期，随着中国独特的篆刻艺术得以风行和发展，民间书画家采用寿山石来篆刻书画印章，使寿山石雕刻真正走入了民间。虽然当时对印章的扭头雕刻还不是十分讲究，但寿山石章已成为了文人墨客们的心爱之物，珍藏之宝。到了清代，寿山石雕已不仅仅体现在了石章钮饰上，圆雕的人物立像、浮雕的山字摆件、镶嵌雕的屏风、壁戈、镂空雕的笔筒、水鱼等等等等。这一时期雕刻技法的完善成熟，使得流派确立，名家辈出，石材种类的细化界定，使得寿山石石中瑰宝的地位确立。到了当代，寿山石的石种已经达到了200多种，寿山石雕更是出现了百花争艳的空前局面。不过由于石材的日益稀少，石材本身的价值不断水涨船高，寿山石雕技艺也随之开始由繁入简，创作理念更是注重在了因材石雕和宝料巧雕之上呢。欢迎各位回来，今天的最后一轮，两件宝物，这两件宝物有一件经专家鉴定描述符合实际，另一件描述与实际不相符。宝主认为这是一件清代铜制双耳炉，用料精良，主体素面，不着纹饰，造型典雅稳重，给人以古朴端庄之感。宝主认为这是一件红山文化玉龙雕件，该雕件经过了专家鉴定，并且出具有文物鉴定机构的权威证书，为黄玉材质的红山文化玉器珍品。那么这两件相差了5000多年的藏品，究竟哪件是真，哪件是假呢？我们有请两位宝主董一然、陈鹏格，欢迎。董小姐来自什么地方？我来自浙江海宁。浙江海宁那块做皮货挺厉害的，是吧？是的。那这一件是叫什么？香炉是吧？这个是清代的铜制香炉。你凭什么知道它是清代的呢？大概我爸爸我爷爷这么说的，因为这个是我们家家传的。他往下传饭就告诉你这是我们家家传宝物，清代的是吧？是的。这点你怀疑吗？有没有可能不是清代的？不太会怀疑吧，因为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应该不会错的。你觉得这东西值多少钱？不太知道。好，陈先生你好。你好。你好啊，陈先生，这件宝物跟了您多少年了？跟了我有7年了。有7年了。买的吗？我是从北京一家拍卖公司里拍来的。是什么拍卖公司？
红太阳拍卖公司。七年前起拍价是多少啊？对不起，先保密吧。那您多少钱买的？肯定也不愿意说喽。这个说了吧，连佣金一共是将近一百二十万吧。一百二十万。您当时就这么喜欢这点东西？因为赤峰那地方呢，有红山文化、红山玉器，所以对这个东西呢特别的喜欢。哦。哎，所以就把它拍过来了。我们的十位嘉宾在看完了宝物之后，又听完了宝主的介绍，现在对他有什么样的印象呢？各位写出你们心目中的关键词来。好，来，郑琪先选一位。二号吧，香炉不错。香炉不错，二号。叶馆长，看着香炉这个应该是个老物件，而且看着它那个上面的纹饰，感觉是有那个清代的那个痕迹吧。你觉得这个红山玉，你不觉得它好吗？对不对？还不好说呢。你看这话说的啊。有人质疑过您这件宝物吗？我拍了以后跟那个同事们呢看了一下，有的呢说对，有的说不对，也有说不对的。后来呢就是前三年吧，然后赤峰市呢举办呢红山文化节，当时呢您拿去鉴定去了？北京呢去了几个专家，然后就经常都看了是吧？经常看以后。说这东西对挺好，然后你出了一个证书。那说这个这，那就厉害了是吧？展妮，你选择听谁的？那我还是最后一个问题，我还是找我最喜欢这小妹妹。七号，我感觉玉质不错，但是沁色觉得有点奇怪。个人意见，香炉不错，像是南方水坑的那个效果。来，郑琪再选一位，选四号吧。四号。个人选择香炉。香炉，对，香炉比较对。因为浙江海宁我去过很多次，那个地方产香炉。不是，这种东西还是比较多的。贾妮，还有最后一个人可以问，你选哪位？九号。好，九号，来说一下吧。我觉得这个玉石，既然博主是120万拍的，应该价值肯定是有的。主要是你听到他这个钱花到位了。是吧？我觉得这个香炉应该是假的吧。我觉得这个如果氧化这种红色什么，这用不了那么多年，也会有几年也会有这种氧化。就如果这是一个传家的东西，不可能让它锈成这个样，是吧？也是，对，拿在手里经常玩，它不可能一点光泽都没有，对不对？对对对，作假痕迹挺明显啊。贾妮，你觉得呢？我个人哈比较喜欢这块玉，值那么多钱吗？但是呢，我就觉得它那一块那个沁色确实是。挺奇怪的，那是那一块是什么呀？是玛瑙还是什么呀？岫岩玉啊，岫岩玉。哦，所以我现在就弄不太懂那个。您真明白是什么东西了吗？岫岩玉。我得了解一下，我比较喜欢玉的。好的，真不知道。好了，信息就了解到这儿。现在请所有的高参还有两位嘉宾做出你们在这一轮里边的选择，哪一件描述是对的，符合事实。请选择。我们先来看一下十位高参的选择。有一位认为红山玉是真的，认为它是真的，就只有九号啊。其他的所有人认为香炉为真。有时候真理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对，是吧？您心里现在肯定是这么想的，是吧？那么你们两位是少数人还是多数人呢？我们来看一下两位嘉宾的选择。来，两位嘉宾一致认为您这个是对的。好了，嘉宾眼光高，眼光高。不是，主要是花了那么多的钱，真的。他一听您是吧，证书又有证书，你这怎么没有证书啊？没有。好了，专家的结果已经在我们手里了，支持你的人更多现在。但是两位嘉宾没有人选你，他们会后悔吗？好，根据本栏目专家仔细鉴定，这一轮两件宝物之中描述符合事实的是，清代铜制双耳炉。您这个描述跟事实有出入，
不是很准确，我们听一下专家的意见。来，大家都知道这个红山文化呢是在我们东北地区的一个文化，大家在辽宁省博物馆，那么在赤峰这一块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个红山文化。红山文化最大的特点呢，它一定是岫岩玉，就但是它那岫岩玉是我们叫做老漠河玉，那么它是一定要比现在新出的岫岩玉要硬度高一点，这是说。另外呢，我们说红山文化最大的特点，它的是磨工，以瓦沟纹为代表，所以我们在收藏红山文化的当中一定要注意它这个特点在哪儿。大家看它这玉龙，大家看到这个头发那个，但真的红山文化这一定是瓦沟纹，是磨出来的，手工磨出来的。另外大家看这个玉很透，但真的红山文化玉没有这么透，因为这是确实岫岩玉的一个标准，但是它不够红山文化那个时代，因为地层是不同的，不同年代出来的石头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说南方就是良渚文化，我们北方是红山文化为代表，大家应当很好的学习这个文化的传承。那个谢谢张老师，那我就不明白了，人家有证书，北京红门文物鉴定，红门啊，这听很厉害的，这证书难道没用吗？这是一私人开的，这个学术这是个人观点，不代表政府部门，所以它只能代表鉴定人个人的观点。个人观点，比方说这东西你再送到别的地方，这证书没用的，是吧？红太阳这个拍卖公司已经没有了，这公司都倒了是吧？没有。那像这种情况，能找谁去啊？找不了谁是吧？啊，所以我认为文玩收藏，首先这个心得宽，真的啊，再一个呢，我们这个多问点人吧，是吧？证书嘛，这证书我觉得留着还能有个纪念意义，是吧？因为那个公司都没了，是吧？啊，哎，不管怎么样，还是感谢您带着宝物来到我们这儿，回去再进一步做研究，好吧？谢谢，谢谢陈先生，再见。嗯，再见。嗯，你觉得你这香炉现在值多少钱？不太清楚。好，接下来我们就要为这件东西估价。那么，这件东西到底应该值多少钱呢？两位各有一次机会，请教后面的高三团。小金，对，小金，快点，小金特别会算账啊。这个有难度，这个你知道吗？我这个心里那种价钱可能5000块钱啊？多少钱？5000嘛。来，张琪，我问问三号吧。三号，我感觉15000左右吧。哎，为嘛这值15000呢？它是庆代的吧？庆代啊，庆代就值15000。对，您得到的建议是5000。您得到的建议是15000，这一轮谁的答案更接近一会儿出现的标准答案，谁将得分，所以这一轮不可能打平啊！来，两位请用按键器输入你们认为这件东西的合理价格，精确到各位。好，我们来看一看两位给出的价格和标准价格是一个什么样的对比。来，请看，郑琪给出22800元，贾妮给出5800元，三家机构给出的平均估价是8000元，所以更接近的是贾妮，再加上一枚钻石。我发现我这一估钱就赢，哎，就是特别会算账啊，会算账，特别会算账。好的，那么最终的估价是8000元，谢谢，谢谢您带着宝物来到我们的节目，谢谢，谢谢，再见，再见，嗯，当然了，一个清代的铜炉，按说那么长的年代了，为什么它只能值到一个不到10000块钱的价格呢？龚老师讲一下它的价格是怎么构成的。香炉现在也是香文化的一个重要道具和一个，拍场上的一个很热门的一个门类。那么它除了就是年份、形制、铜质，就是铜的成色呀，是不是精炼的铜啊，还有传承出处啊，它成为一个名人效应的一个纪念品啊。我们大多数的像这样的铜炉吧，其实从质量、形制、
稀缺性上来讲，根本连上拍卖的资格都没有，恐怕只是一个小拍的拍品啊。那么它的流通性很差，它没有稀缺性，它存世量还是相当大的啊。那么在一些古玩城啊，像这类东西的价格就是在几千之内啊，一万上下也可以买到成色比这好坏差不多，甚至比这还好一些的东西。好的，谢谢，谢谢，谢谢龚老师。好了，今天最后胜出的是贾妮，恭喜你。贾妮很不好意思啊，我们有请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冯伟先生亲手将自己的作品这一件寿山石雕送给贾妮。这可贵了，这比我们刚才这点东西都贵。好，来啊，给，好，贾妮拿过来给大家展示一下。看着，看着特别有食欲，看着跟一块瓷吧似的啊，这个。好的，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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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谢今天所有朋友的到场，谢谢各位。最后掌声送给今天现场的三位专家老师，谢谢，辛苦啦。谢谢各位，感谢收看本期的一锤定音，我是朱毅，下周见。